沈静州，果然名不虚传。 正常了。
些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地。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样？他要做那打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。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在这儿呢。
御剑之术，大开眼界。六通之术，自有奥妙。糟了，他受了伤太重了，到极限了。没想到啊，挡住了风雪剑沈清中，挡住了九龙门的本相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吗？不信。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行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。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要赢，还得靠真功夫。别停手！
太大了。想不到几日不见，司空姑娘的武功竟精进若此。那倒是，长得也更漂亮了。行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赐教。弟子雷无邪前来问见雪月城，赵雨珍坐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见雪月城。剑仙试之，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鸣，烈火轰雷。剑鸣，无量天罡。我的剑锋芒毕现，我也有一剑。
道阎王帖，挥得果然漂亮。来，好一柄铁马冰河。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皇兄，不死。
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。显仙所传，指落云烟。所有的兵器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师姐，秦天剑的道法有意思。杀了老太爷，我来给老太爷报仇。小四，小四，小四，在下还有心中三百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尔等见仙人，为何不跪？
下瓶中的孟婆汤，可保你不死。快跑！
息人间，见那世间最盛景，曾一曲唱尽凡尘歌，与那作茧不悔然。我亦曾恍然一梦入十年，见飞鸿江湖，苍茫骸骨，英雄林立，拔剑高呼。有大师兄消息了吗？大师兄他迎战暗河已经牺牲了。大师兄喝了七盏星夜酒力竭而亡。何人所杀？暗河谢家家主谢七刀还有21名杀手，大师兄凭一己之力与他们同归于尽。关河，给大师兄报仇！你是我。师父，快走！那是萧瑟，那是你的兄弟啊！没用的，他跟方才五个杀手一样，失去意识了。这一个打我们四个，这比剑下还先了吧？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刚刚喊我什么？无心。退下。这天启城中还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城郊有座无望山，那里风景很好。夜市有条雪兰街，那里好吃的东西很多，如果想喝酒的话就去碉楼小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明天就列一个单子给我，然后每天带我去一个地方吧。行，小的知道了。乖刘杰，
天启城的事情就快要结束了吧？应该吧。蓝牙王案也已经平反了，萧瑟最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去哪里呢？是回雷家堡，还是去雪月城？我都不回，我要正儿八经的闯荡江湖一次。那书上说的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呢，西南道第一大城柴桑城，还有那天下第一书院，钱塘十里郎当，我都要去一次。那带上我好不好？啊，其实我也有一个侠客梦呢，要不我去剑心冢那儿求一柄剑，怎么样？好，好呀。傻小子。无心，我是萧瑟呀，我来救你了。把这个吃了就好了。你们想要给你们的师父报仇啊，但你们这功力却是远远不如啊。大师，飞身接力，大龙降力，一根针都没有伤到他们。不对，有一针伤了他了。不信，不信，疯了！死了你这张臭嘴！这里没有天武星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伤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怎么回事？此时的他不可能有神智才对。无心，大道无心，大爱无言，情是缘缘情。醒过来吧，你是无心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天外天的叶安是我萧瑟最好的朋友，你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更不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接下来的路不止你一个人走，还有我们，我们和你一起走。无怨无心无悔。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悟多久。不想万军雷霆莫怕浪海风景，不见天涯不归心，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尊贵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吗？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，就
从这里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就是这一间，无双就睡在这一间上。天时对息，威灵怒，岩沙尽息，气元也。呆，你个老匹夫啊，在家躲了十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砸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。你还不让我骂，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绝世剑仙洛青阳，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已经拒绝了他，为何此刻如此动摇？如此少年，杀了确实可惜。我还没死。天下之心不如守天下之志，看来是我狭隘了。那是天斩剑，十大名剑之首，怎会如此？心中，雷霆眼中决裂。
何须争孤贤，心若不好苍澜，我就无身一人之年。师父，谁赢了？洛青阳要做那天，而萧瑟也真的斩了那天。萧瑟，出少年。萧瑟，来。我听说六哥和孤剑仙对剑的时候受了伤，我特意来看看他。他没事，王爷请回吧。我人都来了，你们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，这就是永安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无心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洛青阳。伏魔神通，好！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得怎么样了。无心。无心，你名叫无心，可真无心！你看着我，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，你名叫无心，可真无心！大道无心，大爱无言，情是一念缘起。缘劫最难解，回首萧瑟，清风明月，无缘无心为无缘。道是一念是伤，一念是恶，善恶是难解，苍生难渡，悲悯人间。大道无心，大爱无刘姐，做得好。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好不好？刘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败。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？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，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。走了。汉与君重逢。